等动作。握鞭，鞭的握法是将鞭的一节一节依次向上折起，用中指、无名指勾起。握鞭时注意防止满把抓鞭，要分开层次，以利于抛鞭。握鞭的另一种握法是，可以将鞭收起，用小指将鞭分开两部分，这样在抛鞭时可以防止鞭体缠身。通常鞭的长度要求垂直提鞭，使鞭头触地，鞭的尾端与眉齐高。软鞭通常有13环或者7环或者9环组成，根据自己的身高可以决定。龙鞭，鞭是软兵器的一种，刚开始练习时难度较大，所以要求开始练习时先将鞭收起，用较短的鞭或者以绳带鞭练习。龙鞭时以鞭柄为运动轴，接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适度运动，运动过程中使鞭呈力圆绕转，鞭的运行轨迹与地面垂直。当初步掌握了鞭的运行规律以后，可以放长鞭练习。抡鞭的过程中要注意使鞭贴近身体而不触及身体，始终保持力圆运动。运动时通常是由慢到快，当放长鞭、抡鞭时注意始终保持鞭的运行路线与地面垂直，使鞭靠近身体但是不可触及身体。抡鞭过程中注意松鞭、松肘。抡鞭时可以通过手臂的长与短调整鞭的速度。鞭的运行应该顺惯性运动，连贯自然。反抡鞭，反抡鞭的练法在开始学习时同样可以采取缩短鞭的长度或者以绳带鞭进行初步练习，当基本掌握了鞭的运行规律时再放长鞭或者以铁鞭开始练习。反抡鞭时与正抡鞭的运动方向相反，运动要领基本相同。抡鞭时注意保持鞭的运行轨迹，始终要与地面垂直，防止鞭头敲击腿部。特别是在双鞭的练习过程中，首先应该进行单鞭的练习，切不可急于求成、盲目练习，以防止伤害事故。双鞭的要求，双鞭的长度比单鞭略短，通常在鞭头沾有鞭彩，在鞭柄同样有鞭彩，这样运行起来虎虎生风，也利于判断鞭的运行轨迹。
通常边裁的规格是15厘米乘15厘米。在反腰边的过程中，注意利用身体的合力，边速可快可慢。右拐肘边，拐肘边是边的主要技法之一，是通过肘部的运动改变边的长度以及改变边的运行轨迹。在拐肘边时，将边顺势搭于肘部，同时利用转体水肘的惯性，使边由一侧运动到另一侧。在运动过程中，注意减小边的剪刀差，使边在两侧的运动都保持力圆绕转。同样，回肘以后要求边的运行轨迹与地面保持垂直，使边贴近身体而不碰击身体。回肘边的练习过程中，开始时可以先将边缩短一些，或者以绳带边，同时可以配合另一手的拨转运动。回肘边时注意防止脱肘，一定要保持肘关节的曲度，防止边从肘关节滑脱。回肘时注意时机的掌握，充分利用小臂的本体感觉，感觉到边的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拐肘边之间注意防止不要脱节，连续拐肘时中间不可空档。左拐肘边，左拐肘边与右拐肘边对称练习，这是双边的基本功之一。开始练习时可以注意先将边搭于肘部，练习水边的过程。当自己感觉到比较熟练掌握了水边技术以后，可以将边放开，再进行新的练习。回肘边时注意掌握好肘的曲度，防止边从肘部滑脱。同时在水转时注意转体配合，左右拐肘边的连续练习。当熟练掌握了单侧的拐肘边后，可以将左拐肘与右拐肘联合起来练习。练习时注意拐肘时可以用一侧手辅助练习。拐肘过程中注意转动身体，顺边势而运动。两侧的边的运动轨迹始终要注意成立圆。转身时可以配合上下步以及脚掌的捻动，使边的轨迹用心圆转缠脖边。缠脖边是边法中较难的一种边法。开始练习缠脖边时，可以首先将边缩短，或者以绳带边，用手拨转边，体会边在脖子上的运动。缠脖边时可以在脖上缠一周或两周。缠脖时注意收下颚梗脖，当放长边练习缠脖边时，注意感觉当边缠在脖子上时
转体水头池边，改变自己的用心路线。转体水头时注意水头与转腰要配合，要顺边势而运动，同时握鞭的手注意固定在肩前方。当练习熟练以后，可以练习缠两周或者缠三周的缠脖鞭接转身水鞭。缠脖时注意安全，开始练习时不要急于求成，应该首先明白鞭的用心轨迹及用力，然后逐渐加速加圈。缠臂鞭，缠是鞭中主要技法之一，通过缠臂、缠脖等方法使鞭的长度得到改变，同时改变鞭的用心轨迹，这样可以在实用中打近打远。缠臂鞭时使鞭在小臂缠一周或两周，通过缠臂来改变鞭的用针方向。开始练习缠臂鞭时，先将鞭在臂上缠好，然后水鞭，通过缠臂找到本体感觉，然后放长鞭，完整练习缠臂的运动。缠臂时注意鞭以臂为圆心，绕转一周或两周，然后通过上步转体等方法来改变鞭的运动。缠臂时注意判断鞭的长度，不可使鞭缠得过多以至于难以放开，也不可以使鞭缠时改变运动轨迹碰打到自己，所以缠臂时注意找到本体感觉，使鞭适度的在臂上缠绕，既不可以过长也不可以过短，根据自己的演练水平及其实用方法来决定自己的缠臂的圈数。缠臂后转身时注意顺着鞭径而走，所谓鞭走顺径，舞龙如龙。缠臂鞭可以缠持鞭的手臂，也可以缠另一手臂。缠另一手臂时一定要注意鞭的用心轨迹，防止鞭头打击自己。扫鞭，鞭法中有竖打一线横扫一片的要求，扫鞭时要求鞭沿地面平行扫转。开始练习扫鞭时可以先将鞭缩短，体会扫鞭的用心过程，然后将鞭放长完整练习。扫鞭通常配合身体的转动以加大扫鞭的力度。当放长鞭练习扫鞭时，通常利用身体的升降及手法的变化改变扫鞭的高度，上中下三盘多层次扫转。扫鞭时要求鞭与地面平行运转，扫鞭过程中要求连贯，鞭保持笔直。连续扫鞭时注意身体的转动带动鞭，使力达于鞭头鞭身，将鞭练得像一条弓，所谓可软可硬，软实如棉，硬实如钢弓。扫鞭时注意鞭的鞭身的运动，运动过程中注意加力，
花鞭。五花鞭的做法是，两手持握鞭的中部，几乎是两鞭等距，然后两臂交叉，使鞭在身体两侧力圆绕转。开始练习五花鞭时比较困难，可以用木棍代替鞭，用硬的东西先练习。当熟悉了五花的过程后，开始用鞭练习。刚开始时可以不使鞭绕转起来，先明白鞭的运行轨迹，然后使鞭绕转起来练习。五花鞭的过程中要求送鞭的惯性运动不可过慢，使鞭也力圆快速运动，同时注意转腰拨鞭，使鞭身相合。五花鞭的方向可以正向也可以反向。五花鞭时注意使鞭贴近身体两侧，但是不可以碰击身体。在左右转体时注意使鞭走力圆。提撩鞭，提撩鞭与正五花鞭运动技术要点基本相同，为运动方向相反，是反手向外由下向上提撩鞭而力圆绕转。提撩鞭的练习方法与提撩棍的方法基本相同，所以开始练习提撩鞭时可以用木棍代替鞭，先明白提撩的过程，然后用鞭开始练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使鞭先不舞转起来，当明白了鞭的基本方法以后，加速使鞭提撩起来。提撩鞭时注意通过转腰使鞭的惯性不要减弱，保持在身体两侧力圆绕转，防止鞭头或鞭把打击自己。如果因为害怕开始不敢练习提撩鞭时，可以用绳两头系一个小沙袋练习。提撩鞭与五花鞭都是鞭中较难的基本动作，练习时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地堂扫鞭，地堂扫鞭是将地堂动作与鞭法结合的一种技法。练习地堂扫鞭时，首先要练习基本的腰腹力量。当具备了基本的腰腹力量以后，开始练习不持鞭的停腹起跳动作。然后先持鞭练习停腹下扫鞭的模仿动作，当上下脚协调时再放鞭练习单个的扫鞭停腹动作。扫鞭时注意鞭贴近地面不可提起，使鞭沿地面绕转，然后练习连续的停腹举腿起身扫鞭，背后扫鞭。背后扫鞭是利用身体前俯使鞭沿背部扫转的一种鞭法。背后扫鞭时注意使鞭在背部不要变线运动，要使鞭贴近背部也平圆绕转。开始练习背后扫鞭时速度要慢，用另一手帮助鞭使鞭沿背部运动，体会到鞭的运行，然后再将鞭放出来完整的练习背后扫鞭动作。
背后扫鞭时，注意俯身低头收下颚，使鞭沿背部绕转。背后其他要求与扫鞭基本相同。背后扫鞭常常配合身体的转动。扫鞭过程中注意使鞭保持笔直，注意加速发力。不可使鞭的速度过慢，以致鞭落下，不能连圆走转。扫鞭时注意手腕的小动作，使鞭运动中有加力的过程。扫鞭的一刹那要加速，过鞭后恢复身体的基本形态。片马鞭，片马鞭是将腿法、理合腿与鞭法相结合的一种技法。开始练习片马鞭时，先不要放鞭，收鞭练习模拟动作，然后将鞭放开，慢速的体会理合腿时压鞭的过程。当基本掌握了鞭的运行规律以后，开始弄起鞭来练习片马鞭。片马鞭时注意持鞭的手在腿内侧，当弄起的鞭被片时注意手稍停动，使鞭在腿内侧沿腿外侧绕转，同时腿下压，使鞭改变方向。片马鞭时注意掌握好鞭与腿的配合时机，压腿时正好带动鞭的运动，不可手快脚慢，或者脚快手慢，要上下协调一致。片鞭后注意以脚掌为轴转动身体，片鞭时注意保持鞭的运行轨迹，防止鞭缠在腿上。双手正摇鞭，当有了单鞭的基本功以后，开始练习双手持鞭的练习。双手持鞭首先练习正摇鞭，开始时先将鞭收起来练习。当基本动作较熟练以后，将鞭放出来练习双手的正摇鞭。摇鞭时分别以两边的鞭把为运动轴，肩肘腕十度运动，小范围的摇动使鞭运转起来。放手摇鞭时注意鞭不可交叉相碰缠绕在一起，所以要求两鞭分别沿身体两侧力圆绕转，两手要协调用力，不可一快一慢。摇鞭过程中两鞭的运行轨迹是两车轮平行运动，双手摇鞭时先慢后快，逐渐加速。
双手反腰鞭。双手反腰鞭的练习过程与双手正腰鞭的练习过程基本相同，只有鞭的用心轨迹方向不同。双手反腰鞭时，注意在摇鞭的过程中体会身体的合力，使力量通过鞭把、鞭体传于鞭头，力量灌于鞭中。当放鞭做双手反腰鞭时，防止两鞭交叉缠绕打身。摇鞭过程中注意放松肩关节，利用身体的力量带动鞭的摇转。如果想使鞭的速度改变，可以放长臂部，通过松臂伸臂的过程使鞭的惯性减缓，降下鞭的速度。摇鞭过程中注意固定手的位置，使运动轴不要左右偏动、上下移动，尽可能小的减少轴的运动范围，使鞭的运动轨迹相对固定。双手正反摇鞭。双手正反摇鞭要求脚包的双手协调配合能力。开始练习时可以徒手练习正反的摇臂，然后双手持鞭，不要放鞭或者放脚短的鞭，练习双手的正反摇鞭。正反摇鞭时注意通过腰的转动使两臂协调运动，一前一后，防止两边交叉或者使鞭交叉打身缠鞭这样不良的现象。当放长鞭做正反摇鞭时，注意使鞭在运动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腰的转动使送鞭式前后运动，运动中注意固定鞭把。鞭的运动轨迹要始终与地面相垂直，两边相向运动，两只协调配合。摇鞭过程中注意松肩转腰送鞭式而运动。交叉抡鞭。交叉抡鞭是双鞭中主要技法。交叉抡鞭时注意两手交叉，两边交叉但是两边不能缠绕，两边的用心轨迹不可以交叉。开始练习时可以收鞭练习，当明白两手的运动方法以后可以放鞭练习交叉鞭。交叉鞭时注意两边也两身体两侧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注意两边不得交叉缠绕。如果开始练习时觉得很困难时，可以通过练习供述里边的正手五花
来体会一下两手的运动方法，然后在池边练习。交叉舞鞭时注意转腰，使鞭沿身体两侧力约绕转。交叉鞭中注意时机的把握，交叉过程中注意保持手法的正确。双手交叉撩鞭，双手交叉撩鞭与双手交叉舞鞭运动技术要求基本相同，唯有鞭的运动方向相反。如果开始练习双手撩鞭时比较困难，可以用单手的鞭先练习，或者是徒手练习，也可以收鞭练习。当首先明确两手的运动方法以后，我们可以放鞭练习。练习过程中注意两手的协调配合及腰部的转动与鞭的运动，两手交叉时注意保持两手的位置一高一低，反向交叉。两边运行轨迹各行其道，不可以交叉。在练习过程中常常配合步伐的练习，所以要求鞭手步身协调一致。开始练习以原地练习为主，随着鞭法的娴熟，结合步伐、身法以及其他动作练习。背鞭，背鞭是使鞭在肩部及背部背转以后也力约绕转。背鞭的练习开始时先收短鞭，体会鞭在背部的运动，当背部有了本体感觉以后再放鞭练习。背鞭时注意常常配合下肢的转体，背鞭时使肩沿背部及肩部，然后改变鞭的运动方向，力约弄鞭。如果双手做背鞭时感觉困难，可以首先练习单鞭的背鞭动作，当单鞭动作连贯以后再练习双手持鞭的背鞭动作。背鞭时注意腰部微前挺，使肩探出去，让鞭在肩部接触以后再转身弄鞭。背鞭前有交叉舞鞭的动作，背鞭时注意手要固定位置，固定于肩前，随着转身加力加速鞭的运动。背鞭转体时注意以前脚掌为轴捻动，
左右双扫鞭。当有了单手扫鞭的基础以后，可以练习双手的扫鞭。双手扫鞭时，注意鞭不可以在同一平面运行，同时两边用转针，两手要在头上交叉绕过。使鞭也两个层面上平面扫转，扫鞭的过程与单手扫鞭相同，重要的是两手的协调配合，使两条鞭在不同的平面扫转，防止两边同一平面扫转交叉缠住鞭。双手扫鞭时注意一定要配合身体的转动，带动鞭的舞动，使力贯于鞭梢。鞭中有竖打一线横扫一片的要求，双手扫鞭充分体现了双鞭扫转的面积。扫鞭时注意两边的用心时机，一手起一手落，上下协调。扫鞭以后可以通过缠腰鞭减缓鞭的惯性，收住鞭的运动。也可以通过转体手腕不发力来减缓鞭的惯性。上下扫鞭是一手在头顶上方扫鞭，一手在脚下扫鞭。上下扫鞭要求手脚身协调配合，开始练习时可以收鞭练习，当体会到动作的基本方法以后再放鞭练习。下扫鞭时注意重心左右倒换，倒换与扫鞭要协调，上手固定手腕，也平原扫转。扫鞭过程中注意相对固定手腕的位置，使鞭的运动轴心不宜左右变化太大，以加速鞭的运动。扫鞭时注意保持鞭的运动轨迹与地面要求平行。两脚移动要轻灵协调，扫鞭中注意身体的周身和谐，使鞭上下翻飞，龙舞如龙。抛鞭，双手握好鞭后，通过水动使鞭放出，有抛击对方的含义。抛鞭的关键是握鞭的手法要正确，握鞭的方法如同开始介绍的一样，注意使鞭分开层次。请看完整示范第一段。请看分解教学第一段，预备式。
双手持鞭，注意鞭的握法。双手持鞭时，注意使鞭分开层次，高虚步上松拳，两手持鞭舞动，侧上步，高虚步上松拳，双抛鞭，交叉五花鞭。交叉五花鞭中要求两鞭运动连贯，攻舞如龙，不可交叉碰撞。舞龙过程中注意身体的转动带动鞭的运动，转身背鞭，转身与背鞭要协调一致。背鞭时要求鞭触及肩部，整个背鞭过程中要连贯协调，两鞭的运动不可减缓。倒插步落鞭，落鞭时通过伸长手臂使鞭的惯性减缓，鞭落于地面。请看完整示范第一段。请看完整示范第二段。请看分解教学第二段，交叉五花鞭。交叉五花鞭的基本要求同前，在双鞭的舞弄过程中防止两鞭交叉缠绕身体。在舞鞭的过程中注意转腰跳背鞭，跳背鞭时注意背鞭与跳步要协调，跳鞭时注意转身时发力，使鞭的运动轨迹不可改变，同时不能减缓鞭的运动速度，保持舞龙如龙的鞭形。缠脖鞭，缠脖鞭后注意水脖使鞭缠开，交叉五花鞭与前一个动作衔接要连贯自然，连接中注意身体的转动。双腰鞭，双腰鞭时注意保持两手的协调，倒插步落鞭，落鞭时注意伸臂减缓惯性，使鞭自然落于地面。请看完整示范第二段。
请看完整示范第三段。请看分解教学第三段，转身扫边，转身扫边要求通过身体的转动带动边的运动，使边也两个平面平行扫转。扫边过程中注意使边通过缠腰或者是伸臂的动作减缓它的惯性，旋子扫边，旋子扫边时要求边一边在腹前一边在背后，扫边时注意协调配合，边经过下边扫腿而过，地躺扫边，地躺扫边时注意扫边要贴近地面，保持边与地面的平行，防止鞭抽在地上反弹起来，使鞭不能平行绕转。扫鞭时注意两腿做金脚剪的动作，身体带动鞭，身鞭协调运动，防止鞭压在身体下影响动作，所以扫边时注意扫边的幅度及位置，鲤鱼打挺，双手持边做鲤鱼打挺的动作，打挺时注意打腿与头部的运动上下协调，请看完整示范第三段。请看完整示范第四段。请看分解教学第四段，转身扫边，转身与扫边要求一致，扫边过程中注意以脚掌为轴捻动转体，扫边中注意边的运行轨迹，防止两边交叉运行，交叉五花边，交叉五花边的要求同前，在运动过程中注意防止两边运行轨迹发生碰撞，注意两手的运动位置，双摇鞭，摇鞭时注意利用身体的合力，弓步缠臂鞭，曲肘使两边缠绕在臂部，弓步收边，收势并步站立，请看完整示范第四段。
请看双边整套演练。